紧接着是我们的地热米休闲农场，是我们的负责人廖学义带了一支桨来，有请。大家好，我们的计划名称是地热米进水绿能环教回水运动旅游。那我们主要是在安东溪上游处准备一个100 k 瓦的回水力发电，还有在那个九泉五的下游八里差距做一个那个激流的中的那个基地。那尤其今年我们的台湾宜兰的子弟兵去那个杭州亚运有得到金牌，希望队友们多多关照。以上，谢谢。谢谢林县长好。我们主要是发展回水力发电，我们利用那个安龙溪的回水，准备100 k 瓦的回水力发电。啊，再来在那个九泉五的下游八里沙区那边成立一个人工激流的那个赛道哈，那个地方做一个种子的教种子地方的练习区。那最主要说，刚好今年呢，我们的宜兰的子弟兵有拿到那个金牌，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他之前又去拜访县长，简单的以上介绍完毕，谢谢。谢谢县长非常支持我们整个安龙溪的一个水域，一滴水有七八次使用。那盐埕金木呢？啊，咱带动观光，带动经济，带动子龙工圈发展。那我们呢，要这个鼓励啊，我们现在在争取的，像中央争取这个赛道啊，两亿多。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到，那大家共同来打拼哈，啊，变成员工的好运动，这样真重要。然后研发创新这个很重要，也感谢我们的老板哈，地热米，地热米赞，赞，谢谢，好，非常恭喜地热米。